然后按下去，一个是检举，一个是封锁，请问按哪一个？我再打一场哦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干嘛拿出来啊？嗯，辐射加拿出来啊！没用了，今天上班就没用了啦。我教你一个瞬间清醒的方式，到时候你要睡觉的时候，拿一桶冰水，脸埋在上面十秒。真的，你去清醒，诚信商家绝对不变。没有，那个伏特加是那个啊，就是快塞低伏特加就可以变两条线了。没有啦，你伏特加你想睡，你闭眼睛哇清醒。没有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那个亚当的意思是说明天上班，我低伏特加，两局明天可以放假。就是变两快塞两条线就可以放假，你知道拿柠檬百分之百吗？柠檬，可是我是看别人说是伏特加哎，柠檬跟自来水啊，是哦，对，你看便宜赚七天带薪假，没有，现在是五加 N 的，可是再加六日就七天没错，不过我上礼拜刚确诊了。还有那么刚好的啊？怎么哪有那么刚好？算好就刚好，有没有隔离五天，然后又再放个两天，这样刚变七天。嗯，礼拜天塞到，礼拜天塞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要礼拜五塞？礼拜一塞？我告诉你，就算礼拜五塞到，我会给他盯到礼拜天，我再讲。你就是到礼拜日的时候，我确诊了，对啊，我就会拿着那确诊的那个快筛试剂，我确诊了这样子，我再通报这样子。之前部队有人快筛吗？确诊之后二十几天，应该将近快一个月都没回部队啊？真假的？对，他后面就是阳性，阳性，阳性啊。怎么可能到一个月？没，后面才知道说他就是有几天没有，就有几天就是你就重复用啊，重复用重复的贴上去这样。完美吃鸡跳哪里？钟哥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刚刚他其实是打你，把炮枪刚好打到我，操你妈！干你也太衰了吧！我本来想说他很专心在打我，我说应该没事、啊，然后怎么突然，然后我就倒了没了，他妈的嘞！不是，我直接赶往前看。刚才一滴啊，连补血都没补，你应该打一枪就死了吧。我很怕是那种干，我一出去就被秒掉。嗯，那你就不要被打头，你不是三头吗？我们不是三头。哦，你不是三头。嗯。两组。两组。要出事啦，阿贝，我这里有人。哦，怎么飞那么慢？我抢到了，哎、欸，抢到没用，没枪。好呗，亚当抢不到，没枪，没枪、哦。我揍他，我揍他。哎，我看到有人了。哪里？那边有人。这里。还有。那子弹那么少，打个锤子。好了，我去帮亚当，我去帮亚当。左边左侧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这边来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